一下，那头凶兽很危险，别过去。吸取身形笨重，不能灵活转下，若能利用地势，必能挫其锋锐，将之击败。棘手的凶手，他竟然一己之力出去。不对，凶手出现七年来，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击败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谢英雄相救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救了我。什么？他身上的黑气
似有蹊跷。我去看看。九五，小秋，如任务不可，现有缘何在此？属下缉拿魁宇失手，经严波泉眼撤离魔界时，遭遇魔尊重楼阻击，坠落人间。春姿间，已失落于。